来，早餐哪里进来？让坐伫你适合的位吼。咱等一下，搁三十秒以后，咱今仔日的活动就要来开始吼。所以坐好坐了哦，吼，安尼就是安尼，吼，咱就叫你人去跟上。
一种哈，第一种有做比赛的你哈，阿妹互你用功哈，猜一猜他是谁？啊，你来搞我五 C 吼，我的第一句话就可以猜让你们猜到是谁啦吼，但是你来搞我五 C。
青年娶青年吼，啊，所以咱袂使做迄个青年娶青年，咱一定爱有耶稣吼，做咱娶咱的路安尼吼。好，来，好，咱多谢第一组真精彩，互咱约袂出来的迄、那个 O B 切切舞，今仔来是第二组甲第七组吼，吼、哦，因吼人家像咧青年。大家吼，我看伊个拢安尼讲，吼，恁着爱厝爱电脑爱电脑吼，好，咱欢迎第二组甲第七组，因今仔日咧表演的是脚步，因的主题叫做为上帝来跳舞，要付出咱敬拜的心，咱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第二组甲第七组脚步。那个后面的荧幕要出现哦，阿伯，带你玩多条。
庆。圣诞节来，圣诞快乐，祝大家健康哈，健康咱就是做的好事哈。用这个卡布来来打好灾，来给上帝，给咱平安的这个道路哈。好，咱起码。接下来就是咱教会的地方吼，咱教会的地方就是青年对吧哈？所以咱今仔日咱的青少年吼，有为咱准备一首歌对吧哈？一首多好听的歌，最美的礼物哈，跟琼音动作是一个最美的礼物，要送给大家吼。好，咱来欢迎今仔日青少年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礼物，咱掌声欢迎。第三周哈，准备靠边哈，蛋子哈，第三周准备啊哈。咱看见咱教会地方哈，咱在青少青哈，愈来人愈多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月，刚刚怎样？新月是哪一位？来举手一下，新月已经比他姑姑高了哈。所以来看有那个主日学的小朋友，然后进入青少期，然后变成少女这么漂亮，我们真的是为青少期的每一个在咱教会会当愈来愈在信用跟因的生活会当哪强在上帝祝福因满满。好，来搁一遍，来甲伊鼓励一下吼，多谢咱青少期吼，好，多谢你。在这款的所在，应邀来归向上帝。第二周平安的朋友，伊所欢喜的人，今仔日咱参拄啊听了真侪条歌，啊，即马来咱安排是第三周，伊第三周是要甲咱教的是四节舞，这好无简单哦，迄个男主角，甲你迄个吼是迄个李荣啊，男主角哦，男主角会当。正老哥当男主角的无办，无简单。最后 ，N G 爱做老的才有法度哈。啊，所以今仔日第三首歌要甲咱分享的是《三只小羊与小猪》哦，小羊哈。好，咱嘛是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第三首《机器人三只小羊》。好可爱哟、哦！来这边。机会来啊、哦！我有通搁挑一下啊！我甲你讲个例子哦，我甲你报，一千五百万尔。你看，这真正袂歹呢。不过我爱老实甲你讲啊，这块地哦，无合我个啦，啊。地基阁无在，所以你可以看卖啊了。不要紧，不要紧，我无管遐济啦，上就好，我就甲你买起来咯。冒死啊，冒死啊！嗯，还中计，阁中好条个哦。这就是第一只羊啊。想要过的人生，伊毋是一个基督徒，伊也毋捌读过圣经，伊掠做圣经是要来看泡面用的。我的泡面要好咯，我用这本册哦、喔，来泡这泡看这泡面哦，我感觉真好势呢。大风吹来，第一只羊仔就煞被风吹倒去，因为伊毋捌读过圣经，毋知影圣经记载耶稣的譬如讲，好比坚固，起伫个山顶，雨若落，大水到，风吹，冲着迄间厝就倒去，所以倒甲真伤重。哎呦，风哪会这么大？这阵你讲的是第二只羊啊，伊对细汉伫教会读主日学到大汉，伊读圣经知影真清楚。不过，伊大汉以后交到一挂歹朋友。古锥的幼妹啊，你在读圣经哦？圣诞节到啊，咱来办一个 party 好哦，大家来乐一下啦！阿舅看卖咧，讲唔通甲这个世间相共款。
要紧啦，不要紧啦，恁的圣经嘛有讲上帝听恁啊，来害一个啦。咱来准备啊！好啊，我嘛来哦，起来哦，嗨者哦！准备好了，来哦，大家来听一下哦！来哦，听就甲听啦！两只鸟，哈哈哈！两只鸟，两只鸟，哈哈哈！浪费哦，错了。就是第二只伊卖厝办一个大 party， 因的朋友这么欢喜，这么啊嗨，就啉甲醉吧，食烟甲啉烧酒，煞把已经烧烧去咯。煞无卖牛排的，我看人家笑哦，一定会出代志。我先酸啦，我先酸啦。酸了，我嘛要酸了。知影已经，伊只牛走得比别人搁较紧，一点仔拢无受伤。第二，这羊啊，亲像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种子也伫个刺皮内底，只是人听道理，有听无去行，就无结果子。你笑死我！今麦要讲的是第三只羊的故事，因为第一只羊甲第二只羊的事故，警察就拍电话给伊。请问这是第三只羊的厝吗？我这是警察局。啊，是啊，我是第三只羊啊，请问有啥物代志呢？第一只羊的厝已经倒去了，你嘛平常啥物病了，真是无解。那安尼，那有可能安尼？伊只在新厝尔，这无可能是真的吧？是的哦，这是真的哦。啊，这两个到底是你讲啥物啊？那安尼啊，可能无可能啊。喂。这是第三只羊厝吗？是啊，你头拄敲电话给我，有啥物代志啊？是的，我刚来通知一下，第一只羊的厝已经起火烧，也烧到变成灰雾了。干嘛呢？无可能嘛！那安尼，伊即摆去倒啊？即摆送去倒啊？伊是高险，伊嘛起火烧到真严重，伊已经二十年头号病房了。你要耗子是好啊啦，好啊啦，卖耗啦，卖耗啦！你看，这就是恁上帝给恁的啦，你还阁信这种上帝？啊！我阁是相信我的上帝啊，无论境有好歹，伊拢甲我当西啊。好啊啦，好啊，卖阁耗啊啦啦！我阿傻个咧。听到这个歹消息，心内非常非常的艰苦，又哭起来了。你讲拢敢予你受苦，啊！予你啥物好处？因为耶和华这比伊所疼的囝，那像老爸这比伊所欢喜的囝同款啊！我相信我上帝，伊阁是要予阮希望，要阁予阮祝福啊！你这个歹的，你走，你走，你离开我！你跟对象回归啊啦！
就是这三只羊的故事。主应允神要看顾疼伊的，伊伫因的边，除去因的忧伤，独独吞忍到落火的，伊会得到救。要上帝，像第三只羊啊咧吼，伊啊有在遐魔鬼撒旦的引诱吼，啊加入上帝，啊咱平安一个好的道路吼。好，咱真多谢第三组。接下过来，咱是要第五个节目啊吼，不紧的哦吼，啊咱会邀未？会邀未？未啦吼，因为咱未十二点嘛吼，咱是十二点才要吃饭嘛吼，啊所以咱即摆要用。热烈的掌诶破阿声来欢迎咱的第四组，咱第四组吼有要唱歌，啊嘛有咱的小朋友要甲咱背金句哦，是要背金句哦，所以咱嘛爱鼓励咱以后吼，像小朋友，迄、那个顶礼拜罗牧师讲吼，犹太人六岁之前爱会晓背啥物？我看顶礼拜有人听有无？哈、啊，十条街。六岁以前爱背一本册，五经的一本册，对一本，对，出埃及记六岁哦。啊，所以呢，咱这简单啦，背经句啦吼。所以咱嘛，予咱的小朋友会当真好的鼓励吼。好，咱要来欢迎第四组，伊要为咱唱的是《就听天使的音鼓》，然后有三个小朋友要来为咱背经句。好，来，好，阿兄来，欢迎第四组。Thank you.
音符哈。来，啊，第一位是陈俊先辈，来，陈俊，来。
Thank you.
现了。够口了对。严肃的抬起头来看他说：“哦，哇塞，三级嘛哈，老太婆。所以呢，以后唔通叫老婆，老婆叫老太婆哈，爱叫啥？亲爱的，亲爱的，哈尼哈尼哦，好，提供给咱，让回去好好的学习哦，好 ，OK 了吗？”OK 了，好，那咱即马嘛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咱的压轴哦，哈，咱的普鲁团员为我们表演的赞美操。那个要有笑容哈。稍微轻轻嘛，我的关怀，淡淡
Thank you.
哈哈哈。